当失意教练，我不断咁样去逃避自己，我竟然接受自己呢一种软弱。你个死废柴，你唔死都冇用啊！遇上混噩中女，一段感情最难顶嘅就系欲断难断。嘉欣啊，你唔好再伤害你自己啦，好唔好啊？两颗心点样学识放下，重新出发？根本就冇可能。即氹个电啦！大步走。